干爹，你是不是怕说老虎兵会知道你跟文瑶的关系，所以不接到罗在兴直接很白啊？文瑶是为了要暗号啊，才冒险走去温泉饭店跟我通知啊。原本啊，我是没什么通好烦恼，因为老虎兵还有罗家峰啊，因敢若性地歹，拄着代志就敢来安歹唱唱，一点仔地位都无，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那恁是因为王文金？迄个王文金什么时啊？对着老虎皮的身躯边，未输缉毒犬同款。伊迄个狗片啊，只要闻到什么汗味啊，若无赶紧另外摕一块肉来尝，伊绝对会咬死文瑶的怀疑，拼性命去查落去。其实文瑶是怕讲你去用脏掉，毕竟这个罗家峰现在已经钱无补提无路啊，啊，佮阿雄伊的 EQ 这么歹，常常拢嘛用拳头武来解决问题，谁知啊，伊佮会做出甚物恐怖的代志啊？所以文瑶只是想要保护你，你得莫想过这边啊。我的囡仔伊的个性，我当然真清楚。放心啦，我袂甲伊计较的。等到时你拄则讲到迄罗家峰啊，原本我有答应要救伊，啊，不过我所予伊跋了阁愈凄惨，唔那予伊本钱全部拢无去啊，甚至连股份伊都摕袂转去。干爹，你敢是定咧讲，这总管的人哦，唔惊你赢，只惊你走，人哦。那恁爷叫的时阵，就感觉讲家己袂像那赌神同款的。啊，那输叫的时阵，就牵拖，讲这时运歹啦，明仔载就转运啦。所以家风，伊是适合家己的劣根性，也够适合人生的弱点尔。嗯，不管安怎，罗兆英真紧就知影 ，Jerry 就是单中祥。既然是安尼啊，我就爱主动出击，直接甲化将军啊！因为我甲罗兆兴的恩怨，正面对决，这是早晚要面对。确实啊，早晚嘛是要面对现实的。毕竟这嘛是干爹你忍辱负重、放长线、吊大鱼的计划之一尔。讲实在，干爹。我做先生嘛，做配合你的心头定。正伫古早时代哦，你根本就是卧薪尝胆的勾践。卧薪尝胆的，敢干了我呢？你甲文瑶敢想那同款？我即马敢想着当初要替文瑶洗清陈明宇这个身份，12岁就该送去育幼院，逼伊伊爱过生活。当时伊的惊吓、伊的委屈，还佮伊的牺牲啊，我即马想着，拢会感觉唔甘。啊，毋过为着要恢复咱陈家过去的车影，咱家两个大步向前行，继续拼落去，因为这是咱的使命。这我拢知，而且其实我嘛是做唔甘的温柔的。迄当阵伊阁遐尼细汉，都爱一个人去住伫幼儿园内底。想我知影，伊一定常常咪起来哭，承受出侪咱拢毋知的辛苦。天都是我，只是一个做人客糟囝，所以当一直对爹跟爹你的身躯边，享受你给我的疼痛甲亲情。甲文瑶比起来，我实在是太过幸福啊！你甲文瑶啊，拢是干爹的心头吧？而且为着要恢复陈家原本的车影甲光景啊，恁都委屈恁家己，放弃恁家己的人生。所以不管安怎，我拢会想办法，把恁两个周转。
干爹，咱是一家人，一家人当然也是爱共心共命。而且，若毋是有干爹，有你的领导之下，我甲文瑶毋只会当灭失去方向。你就是这么担心，这么捌代志，莫怪我这么疼你。等我成功的一天，所有针对条的痛苦，包括复杂的人生，我相信会回到正常。到时阵，你马上会做回吴静玉，无需要去委屈你家己啊。杨哥，我已经不是原本那个吴静玉啊。四年前的那个暗暝，我的人生，我的梦想，恐跳到嘴鼓鼓。美国的情形拢也无较好啊，啊，不过是讲至少嘛无较歹啦。歹消息嘛是一种好消息啦，所以我也有信心。我的卡真紧，咪久得当精神啊！李先彪，你们冲啊！给我放开！给我放开！啊！主任，给我放开！只要想到四年前那一晚，我就走到走到走不出来。可是你敢不知道，我到现在每天在洗身躯的时候，我的心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，我感觉我永远无法度洗掉迄个粪扫伫我身躯顶留下的污点，甲我甲你做垃圾的。我想希望我是不是应该参照美国同款，什么都唔知啊，等到都无感觉。哎，我是不是得当较快活？你莫学白讲，你莫学白讲。况且这拢爱怪我，爱怪我跟你受过不幸，我一时的疏忽，我叫你们派人去出卖你，这让你，我这本位怎么叫？你受了这款的伤害，拢是我害。我是到底阿能做人的老爸，我是一个失败的老爸，我失败的老爸，我真有够失败，我真有失败。你别怕你家己，你一点都无失败，你是我上好的干爹，是我家己无路用，是我无勇气，唔只一直活在过去的痛苦当中，无都行出来，是我家己无路用。唔通安尼讲，你已经做很多牺牲。你叫罗家峰，表示你已经找回你的勇气，你对家己还有信心。咱成功的时阵，干爹一定完成你的愿望，会和你甲文瑶做伙过后半世人，过幸福快乐的日子。我相信文瑶以后
伊嘛知影你对伊的用情是这么深、这么重的。严哥，我恨，我要对伊的罗安姐愈来愈好呢。就算讲伊今嘛只是同情伊好啊，严哥，我惊讲总有一天，伊的龙气升真，那你到时是要安怎？没啦，我要做代志，用情有分寸。感情上的代志，你嘛应该知影，应该安怎处理啊？搁再讲，伊原本是想要和罗安姐徛在这边，所以不得已才付出表面的感情。啊，若无迄罗安姐，伊毋是戆人，伊哪有可能去违背伊上爱的亲人去支持文瑶呢？希望是我真正家己想想者。好啦好啦。你呀、啊，若真正袂放心啊，你就继续大刀甲因观察。若是阮要真正有做出了真离谱的代志，你就随时甲我通知，好不？时间差不多啊，你应该要转去。罗在英应该来面特别搞。好啦，那你干爹，我得想叫你旗开得胜，让罗家一家伙的面子尽扫落地。